降火一定会用到的一味中药材，凉茶里经常都会出现的。你们知道什么植物吗？鲜活的夏枯草，好美，它怎么长出一个这样圆柱形的像塔一样的建筑，然后上面开出一扇扇一朵朵小花，四棱形的茎上面有毛毛，叶片呢是对生的。夏枯，夏枯这个名字就指它的生命周期，到夏天就枯萎了，但枯萎只有它的果序，它的茎还有它的根依然存活着，一直可以撑到秋季，然后进入休眠状态，第二年的春天继续萌发。所以夏枯草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，夏枯草在中国有非常悠久的药用历史了，在《神农本草经》《本草纲目》里都有记载。中医上有一种病啊，叫裸痢，也就是脖子上长一些结节，古代的时候一般得这种病，有着十痢九死的说法，但夏枯草的出现帮助了很多人从这个病痛当中解脱出来，所以在明代的时候，夏枯草被视之比珍珠还要珍贵，也是至高无上的果礼，受到很多人的推崇，受到很多人的尊敬。夏枯草不是人人都可以食用，在一些本草书里就有说气虚者禁用，而且夏枯草里的这个皂带对胃部也有一定的刺激作用，所以是药三分毒，再好的药材都要适合和适量，身体不适请线下就医，谨遵医嘱用药。